我也是女生，我有需求，我也有我的喜好，我也有很多可能你们不了解我的一面，对不对？蔡徐坤这多少是承认自己有女朋友了吧？在蔡徐坤传出与未成年人交往、强制堕胎后，时隔3个月工作室在营业，蔡徐坤演唱会吉隆坡站开场，看样子应该是准备复出了。蔡徐坤在演唱会上直言：“我是人，我也有自己需求、自己的喜好，你们也有不了解我的一面，对不对？”这是在重提与 C 女士有过交往这件事吧？在演唱会现场和粉丝提这个，真的是杀人诛心啊！看来蔡徐坤也是谈恋爱很久了，只是身为流量明星，在粉丝面前不能承认。现在风评都崩盘了，干脆破罐子破摔，在粉丝这也没啥好隐瞒了。蔡徐坤代言和节目镜头被删，大有软封杀的势头，他想一笔带过可是互联网有记忆的啊。之前抱我，抱我，哇哦，抱你一下，为什么？叫，也是一个别样的风景。我真的会哭，你想想，我真的会流泪。整个整个沙漠空无一人，全是你的，只有你和飞沙走石。再说空可能想哭了，我真的会哭的，真的会哭，我真的会哭，会流泪。跑很多公里啊，坤。没事，到时候你们就帮我把凳子坐满，好不好？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像要整他的一个节目，不像他。你怎么策划了一期这么折磨自己的？策划了一期整自己的，绝对是比情人那一次跳的奇太多了。我们还是很有进步的。好甜，好甜。我邀请深深跟我来一次，好不好？来，我就想感受一下跟你的这种温度，好吗？心态多好，现在都不担心在最后场地有没有人。我担心有用吗？不是全靠你们吗？你听到 hug me 这一个词的第一反应 ？hug me 想吃辣面包。首先是温暖，对，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个谐音梗。那你今天把哈密瓜拿上，我觉得哦。他们说用瓜把我留在新疆吗？是一个哇，就是那次的一个回声。我真的会吃瓜哇，我真的会被甜到。像我们这种专业的，就是说都是靠写歌来回应，对不对？好的，对。那个我先下车，我去写首歌。我让白鹿先来。好，他们俩先来，高手先来。高手先过过招。高手，不要给我立 flag， 就给我跪倒。我们给两位出歌单。是怎么有点 KTV 的感觉呢？选哪个？大鱼。不，大鱼很太慢了，很难踩中。我没一个会的呀。哎，红日你会吗？红日，明文遭勋定不会劳累，明文遭勋也不是特别熟。征服，征服你会吗？柯然。哦，征服我不会。征服我也不太会。哎，把征服给我留着啊。那咱俩唱征服行吗？那你俩唱征服。我俩又一组，根据歌征服。喜欢你，你会吗？谁的喜欢你？陈洁仪的。可以啊，那喜欢你，喜欢你吧，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吧。好，第一组成员挑选的歌曲是陈洁仪的《喜欢你》，请出歌。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今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他俩都不对了，你俩完了，你俩这差的老大了，你俩这连合唱都达不到啊。完了，芭比 Q 了，芭比 Q， 我唱快了好像，我不知道。那我们先看一下白鹿的回放。我喜欢你爱
说着你心动言语，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心动言语。我慢很多吗？我慢非常多吗？挺多的，挺多，你慢了半句。白鹿快了0.2秒。哎，算了，那成了，在0.5秒以内。可是我，我们来听一下周深的情况，听一下专业歌手，专业歌手的节奏。你再慢了，再就慢了。有朝一日，白鹿在教周深唱歌。哦，慢了，慢了。我知道，我知道，他在诉说着承诺言语。对不起，周深慢了0.8秒，超过0.5，所以这一组第一次挑战失败。这个真的好难，越慢的歌越难。算了，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摆烂了，把那舞台弄在这儿得了。他们俩都没过，我们怎么办啊？我觉得深深那个是对的，他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我有一些我自己的处理，你知道吗 ？Lay back， 来 ，lay back， 请接受惩罚。哎，你这头发，我觉得撒的就更疼。好，两位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可以再挑选一首歌。要不就爱你，爱你是比较好唱一点。可以，爱你吧。好，两位第二次挑战，爱你，请出歌。给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慢长说一点，想陪你多撑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这个应该 OK 了，这个应该 OK， 这个应该 OK。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了，这个成了，必须成了。给我都弄得我手都抖了，不知道为什么，紧张的。看一下这一组的答案，先来看周深。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我在努力憋住了。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哎呦，难一点，应该在我0.5之内。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这很准了，这很准了，已经很准了，很准了，很准了。周深刚刚慢了0.18秒，在范围内是成功的。接下来看一下白鹿。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再少说一点。哇，你节奏好好哦。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哇，节奏大师白鹿这个很厉害，他快了0.01。所以我们成了，对不对？0.01几乎就没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恭喜两位挑战。好烫！1、2、3，走，可以吗？再来，来，1、2、3，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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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拉蛮累的，是的，你腰行吗？行，1、2、3，走。哎呦，这是腰啊！1、2、3，走。现在这个已经是烫的了。1、2、3，走。快！我跟你们说，踩在这个毯子上也是烫的。1、2、3，走。1、2、3，走。要不要歇会儿？不要打他，太快了！不要打他，太快了！冻死了！1、2、3，走！好烫啊！啊！我的手！喂，稳住啊！啊！我的手！啊！我的手！我跟你讲，站在毯上也是烫的。对，所以就快啊！姚一天，我不唱了，我不唱了。我不唱了，没事，走，你1、2、3，跳，1、2、3，走。哇，真的有这个毯子根本就没有意义，你知道吗？走，好烫啊，走，加油，快到了，终点就在眼前了，走，
题。走。来，准备。啊！一山峰，一二三，走。啊！走。一二三走，三哥你太猛了，三走，到你们了，一二三冲，加油加油冲，一二三走，一二三走，到了到了，行，我的脚要着了，真的，哎，这里没鞋，我故意，你们不早点说，真不会，吃老多东西，对气球也不会，对口哨也不会，吹牛。看瓜人走起，来吧。不要挑了，直接吞下去。我觉得直接吞了，对。来，再吃。可以，可以了。我觉得他有能力，可以多吃几个。感觉神好棒啊！神风好棒啊！你还吃吗？可以，可以，可以。你还吃？还可以吗？嗯。哎呀，有点流口水啊！哪儿都不吐。好厉害呀，钟石好厉害！等一下，要吹口哨。他吹了。口哨吗？快快！好好好好好！哎哎哎！好难、啊。再来一次，快！还得紧，还得紧。对，我们越紧啊！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慢慢慢慢回，对，拉紧就好。不是，你们可以移动皮筋儿，慢慢松松松松松松，你们拉紧，你们拉紧，对，松开，哦，不够紧，要再紧一点，得非常使劲儿，非常使劲儿。他说拉是拉得更紧，是这样拉，就是这样。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拿线去找球，拿线去找球就好了，找球，找球，找球，对对对，到了吗？好，到了，到了，到了。啊，分开，分开。成了，成了，成了。好，你俩走，你俩走，你俩走。可可往上一点点，慢慢，慢慢往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慢，慢慢。然后你来来来，把绳紧了。停住，停住，停住！你们俩拿那个帮子找到球。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绳紧高一点点。对，你拿手堵住他。这是我最能做到的，就是高一点。你俩拿线去找球。我俩这样。对，找球，找球，只要脚踩到那个上就行。拉紧，拉紧，好，放手，放手。不行，你们太松了，你们太松了。夹住，夹住，夹住！啊啊啊！夹住，夹住，夹住！啊啊啊！你们太松了，你们得拉紧。我都什么造型了都？哥，你要不要到我这帮来？我这帮简单。我有点担心又到后面，然后不行了。紧，最紧啊，最紧啊！你这样，你他不走的话，你拿线赶他一下。哎，我还会赶呢。你赶一下，我这功能更高了，还得赶球。好，找一下，找一下。好，好，好，拿线找球，拿线找球。找一下，绷直了。红线保护一下球。我一直给赶过去得了。那也不行，好像。你的脚得在垫子上，赶不过去。咱俩松，咱俩松。好，身稍微抬一点，加紧，加紧，加紧，抬一点，深深抬一点，深深抬高，深深抬高，深深抬高，深深抬一点，深深抬一点。哎哎，对，好，对对对对对。什么？你俩拉紧。蓝线拿走，推他一下。我往下蹲行吗？对，蓝线推一下，下。慢慢的，慢慢。往下蹲一点点。好好好。停住，停住，停住。你们得往下点，你们得往下点，往下点。你们俩往下，你们俩往下。陈哥一只脚，陈哥你一只脚得在。陈哥，你一只脚得在。平在，对，平在一起。别动，别动，你们别动绳，别动绳，别动绳，别动绳。来来来，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红线帮忙推一下。轻一点，轻一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帮他深深高一点，帮他稳。深深接球，红线接球，接球，接球，接球。给推一推。KB 和安琪同时降低，你俩同时降低，对，同时降低，不能同时降低。我哎，你可以找，你可以找，哎，可以可以可以。撑你的紧一点，我感觉球有点站不住。稳了吗，哥？我稳了，我稳了。我们先慢慢放哦，放了可以吗？哎呀！哎呀！
啊！哎呀！你那边太细，太细了，太细了，头的那边太紧了，你太细了。再来再来，哥，要不要我当你这个？我这可以，我可以，相信我这。你可以在我这练练经验，因为你这都没实操经验。我可以，我可以。熟能生巧。现在就你没经验呢。来来来，快快快快！我这样，我把后面绷得更紧。啊，对你得，你看我都拉到这儿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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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这俩皮筋使得不亚于我的一双筷子。你俩拿绳压住，拿绳压住他的那个绳，压住他的绳儿。对，后面那个绳压，前面那个不要管。后面前面那个别压。对对对对，稍微赶一下下。稍微赶一下下。我来我来，我但我的脚不能离开这个。不要这么不要这么，你太病了，你分开一点。太病了。对。但你要拉直绳。好好，你先不让他再让我再过来一点，可以吗？过来一点。啊！哎，你别斜了。快进快进。再走再走。快进快进。帮我赶一下，对。那个前面呢 ？Oh my goodness！ 保护着呢吗？在呢，在呢。然后我们要不要松掉？不然他不要松，不要松。松吗？不要松，不要松，不要松，不要松。他马上这个不要松，控制着速度到那儿，要不然他一下冲上去就容易有问题。伸伸。啊！是伸伸。啊！他过不去，你得抬高。他过去了，我这个角度肯定够。不行，我觉得你绳子太松了，你角度起不来。我起得来，我这样就够了。坤儿啊，你看见怨谁了？怎么能让哈密的选手受伤，变成我孤独的一个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来。你站起来吧，我跟你换吧。这样不行的，我跟你说，你跪着真的不行。我这个已经找到经验了。你相信我，我这个已经找到经验了。快快快！快！我觉得你们这都成流水线了。伸走，伸走，走走。这个我绝对能保持住，就靠你俩来把这个球送进去，可以，可以吗？哎，慢点，慢点，慢点，来，起高一点。哥来接一下吧，真的有点紧张哎，心理素质有点紧张。低一点，稍微低一点。对你俩护着他往前走就行。不，你太窄了，你太窄了。不行不行不行！你太窄了。而且你两根绳不是在一个高度。对，我跟你换吧，真的。真的不行，你相信我，这个力量肯定不够。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一次。好，快。好，找一下，找一下。好，这蓝色找一下。拿线找球，拿线找球。轻一点，轻一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停停停停停，好，过了过了过了，是没事，你后边的绳压压压着点，前面的绳让他走。哎，不要不要松，不要松，不要松，这边压着后面线，没关系，找球，陈哥接接，稍微接一下，对。我们前面等一下啊、哦，我先一个脚，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会保护，我先过去。好好好好好，你去前面那黄绳，别走，伸走，伸走走走，因为头那个宽，你知道吗？陈哥用用劲儿，用劲儿。后面也保护他一下，后面那根绳也保护他一下。我们后边不能动，后边不能动，后面就保持平衡。陈哥加油，你肯定。我们真的跟西天取经似的呀！哇，我这手已经不会使了，手都勒不通血了，辛苦！来，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放弃！来来来，再来一把，再来吧！不是说我不行，我现在拉筋拉筋，夹一下球，夹一下球，拉筋拉筋 ！No！ 不放弃！对对，再来吧，再来吧，快快快！夹住，夹住，夹住！啊！晚了互动，快，我们再来一次啊！再来一遍，来，我们走一遍了。这个角度呢，我是这样。对对对，就这个角度。再来一次，快快快！啊！啊呀！来，骆驼往后转，掉头。快，我们再来一次啊！再来一遍，来。太病了，你分开一点。哎呀！好难啊！再来一遍。不放弃，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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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啊！再来吧，再来吧，快快快！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失败了。
失败了。不要骗我，不可能。没骗你，我们只能在这儿看你。你们就在那里看我的。我们手都已经动不了了，鸡爪了。我们真的尽力了，真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少来，真的假的？真的输了，倒是挺希望是骗你的。我问一下陈哥好了，陈哥是永远不会骗我的。真的输了吗？我这么跟你说吧，输了的主要原因没去，就是因为你陈哥。也是。我在这儿彩排了一个多小时了，兄弟们，你们不来了？前面不是一直都赢了吗？怎么？从你走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开始输。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过我们真的尽力了，你看我们手就知道了。真的手要断了，手指头要切掉了。没办法，这游戏真的太难。不可能，不可能！你们快来吧，快来吧！你好好演，我们在这祝贺你，与你同在。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我们等下电视前面看你。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呢？肯定在骗我！真失败了。如果是成功的话会来，如果失败的话就会通过电视机来观看你的舞台。我真的差点就相信了。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别说，你们来了以后我还有点紧张。正常发挥啊，正常发挥。好，来，我们现场准备。短暂的拥抱。
手机给我。Let's go。挑战在大漠最美的落日下欣赏了蔡徐坤的新歌，一定要好好谢谢他今天的兄弟们，他们为了赶到这里来听你的这首歌，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崩溃了。哇，我会不会看着看着哭出来？你会觉得我们脸都超丑的。最后两趴，一趴是我们最丑，一趴是我们最臭最臭的，但是都在刚才你那个 hug 里面都溶解掉了，被融化了，真的是就那么一丢丢就来不了了，真的。其实还挺感动的，就是能在跑男留下这么温暖的一个记忆，然后也有他们在身边，在非常炎热的环境下顶着那个沙尘暴很努力的来就是玩游戏，想来看我演出。快为了看演唱会好病啊，冲走吧，时间紧迫，朋友们冲啊，我们离演唱会更进一步了。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温暖以拥抱的形式这样的概念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兄弟团的甜和我们想要传递给大家的爱，希望能够用我们这一期节目加上这首歌加上今天新疆的美景，能够让所有的朋友们感受到这一份 Hug Me。 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获得我 MC 为大家准备的奖品。谢谢，感谢感谢，暖暖啦 ，Hug me。说好了，我们一起。又跑了？又跑的？又跑的？